一直，然后我看，哎，我回南州说什么？啊，他说啊，让那个女的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养。什么玩意儿？嗯，这还来个去母留子，跟这玩意儿宅斗呢？你别跟我说你答应了，不然我一辈子看不起你。 我怎么可能答应他们孩子？他们的孩子，啊！年轻的时候，他跟我说要做丁克，我不顾我们其他人的反对，我答应了。而现在他出尔反尔。 回了，这个世界真的太可笑了。我跟他说，我说，你让那女的把孩子打掉，真打掉，把给他的东西，我通通拿回来。 生呀，生我给他生孩子，不可能！这苍蝇要吞下去，肯定会难受一辈子的。以我浅显的对你的了解啊，你安心，这又硬又臭的脾气，这辈子都改不了了。 就算你忍到这一时，你也忍不了一世，是不是？